台东美味的小吃小食，真的是好吃又物超所值。吃完香酥葱油饼，满足咸食的胃之后，接下来要去吃料多味美、会爆浆的红豆饼喽。我想问，我知道这边是根生路，就是台东重要道路之一。可是，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吗？有，这里有一家超好吃的爆浆红豆饼。爆浆？对。这开什么玩笑？爆浆哎！爆浆，现在你原物料都上涨的话，如果是爆浆，这个红豆饼应该也是很贵哦。不会，跟你讲，你看，你看到啦，就是一间万丹红豆饼。哦。哇，又是一间人客不间断的小吃耶！网友推荐的真的非常不错，看老板把满满的馅料一大匙一大匙的放进去，一点都不手软呢。而且这些馅料都是老板和老板娘每天早上现做的哦，咬一口不仅可以吃到满满的馅料，还可以吃到新鲜美味和老板的用心哦。真的有爆浆的感觉呢，你看料超多的，一个袋子里面一个红豆饼，它就装满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就这么大一个，而且那个里面是什么？这个是红豆的。哇塞，我们先不要讲红豆饼好，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红豆饼的老板。对，老板好。对，你好，老板好。哇塞，我们也是因为有网友就是推荐了你万丹红豆饼，所以我们就过来了。对呀，老板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？因为呢，这个红豆饼啊，就是真的非常的大颗，而且呢，馅料非常多。对啊，超紧的。对，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的用心在哪里？而且为什么特别是要用我们那个红豆？最主要红豆，屏东产红豆。我的故乡就在屏东。哦。屏东的那个红豆哈，煮起来哈才会绵密。你才会好吃啊！我们都很用心下去煮，因为煮一锅红豆的话，要差不多两个半小时至三个小时。它才会软，才会对，它会绵密。像奶油，我们都自我们都用那个奶粉下去煮的，所以它没有反式脂肪。是，也是健康，也是帮那个消费者把关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且知道老板其实是不惜成本，对不对？那个红豆饼像这么大一个哦，就是红豆饼的话，价格也都不高哎。这样子多少？这样子一个红豆饼？一个红豆饼。红豆饼一个15，啊，其余的口味都12。而且它的皮薄馅多，对啊，非常的好吃。对啊，那老板为什么会就是真的是不惜成本在做这个？最主要哈，是因为那个。退休了，还有一个工作，闲不下来啦。有一个工作呢，哈，顾客来，他们吃了高兴，我们就高兴了。哇，就越做越开心。所以不计成本啊。真的是哈，就是为了要顾品质，然后让大家吃得开心。所以呢，就是不会说啊，要那个物价一涨啊，然后就开始就是可能减料还是什么。真的耶。就还是都满满。一样。对，所以坚持一贯的品质啊。对啊，所以一咬下去就是满满的馅料都会溢出来，一物美价廉的那个。对，然后像老板会推荐一下，像来这边一定要吃红豆口味的，还要吃什么样口味的呢？每一种口味有每一种口味的特色了。现在是红豆奶油比较大宗。那个地瓜，像地瓜，我们就是用那个整个地瓜呢下去熬，所以吃起来里面还有颗粒，所以它就是地瓜，直接放一颗地瓜的意思啦。喜欢吃这边的地瓜口味，因为真的是咬下去，就是不是说都整个都是泥哦，就像老板讲的，吃得到那个颗粒，里面的颗粒，对，吃得到肉的感觉，是就是地瓜，对。然后呢，而且这边还有火腿玉米，对，还有咸的，所以甜的、咸的口味通通都有。我们的火腿玉米呢，我们都是素食的。可素食，那边有写纯手工、纯素食。我们都用素火腿下去炒的，所以吃素的人呢、也可以来品用。然后老板娘说奶油是素食酥油，对，酥油，素油，很可爱，酥油。所以等于就是呢，也照顾到就是吃素食的朋友。对，如果嘴馋想要吃红豆饼什么，就可以来到我们万丹五红豆饼。对。
哇哦，馅料的部分不仅用心熬煮和制作，而且连素食朋友的胃也都照顾到了耶。不管是吃荤的、吃素的，通通都可以享受这好吃的本土小食啦。你确定是小食吗？一个红豆饼，薄薄的馅料，吃一个满足的程度就爆表了。哇，一剥开，满满馅料，太诱人了啦！而且听说还有不在点单上的隐藏版菜单哦。这个，感觉上次都爆香，我觉得要撕开给那个哎。我先那个，我这个是那个，我这个是芝麻花生。芝麻花生。芝麻花生，我们是芝麻跟花生哦，它混合在一起。你看，我们用那个糖哈焦去面焦糖，然后再混合那个芝麻跟那个花生，这样吃起来哈才不会那个很干。哇，马上吃了，一扒开不得了，是不是？那这样换我喽，我真的是红豆的部分。对，小心跑，小心爆浆。后面已经爆了嘛，根本就包不住嘛，那么多。对，而且我很喜欢吃它的皮，有时候有隐藏版的，就是直接点它的皮而已，就通通只有这个。对。是不是这个可以这样啊？对，是不是这个皮有？因为很多小朋友他喜欢吃那个皮啊，但是他不喜欢吃鸡蛋糕。家人买回去的话，他会把那个馅哦挖起来，只吃这个皮，而且等于会浪费掉啊。他去买那个鸡蛋糕给他吃，他又不吃，啊，所以就来我们店里询问说能不能给他帮忙他们做。然后我就。看小朋友那么可爱啊，所以我就帮他们做隐藏版的，对啊，就是红豆饼的皮。对啊，那所以做这个是不是有特别的用心在里面？对，当然特别好吃，做每一样东西都要用心啊。对啊，就是都特别好吃，就是不仅是外面的皮，然后里面的馅料也通通都是纯手工。它的馅料真的没有在，就是真的很扎实，因为太多了，你一咬下去它就爆炸了。对，就有时候用咬的，有没有一咬，然后屁股后面就爆，它就真的爆浆了，哇，吃一颗红豆饼就快要饱了，不管是地瓜、红豆、奶油、芝麻花生，还是火腿玉米，好想通通都吃一个哦。哎，有一点空间给下一摊呐。哦，接下来还要去吃什么啊？嘿嘿，好吃又难忘的小零嘴地瓜球。下一节台东萨拉玛要来到台东海滨公园找吃的 ，Q 弹扎实的地瓜球要和你一起分享哦。